喂，啊，思聪啊，嗯，哦，缺多少啊？行吧，那我待会儿就转给你啊。嗨，客气什么呀？啊，有事儿再找我啊。哥，嗯，你真是谜一样的男人。嗨，前天马云跟你借钱，昨天马艳红跟你借钱，今天思聪又跟你借钱呢。 谁还没个难处的时候啊？我这个人啊，就爱助人为乐，只要人人呐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呐。好，好，哎哎哎，哥们儿，坐哪儿呢？嘛呢？ 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有钱来吃饭了是吗？哥，这是咱哥。哦，哥，对对对对对，哥，哎呀，请我吃碗面呗，没吃饱。来吧，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这是新疆的吗？这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没动啊，吃面吃面。到时候赶紧吃。走了？走了？走了？ 告诉老板把这个打包啊！站住！哎，哎，哥，我手机还我呀！丢脸的，你长眼，你长眼！终于给压帅了！ 跑啊，接着跑啊，跑啊你！哎，对六，哎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闭麦注意闭麦啊，呼吸啊，呼吸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对，跑，哎，接着跑，对，累不累？有点儿，我们累死你了，你说不就2万块钱的事儿吗？你给我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这不也想挑战一下马拉松吗？ 但是你这马拉松没有终点呢，生命一样没有终点。不过废话，说钱的事儿。是，这不说钱的事儿吗？我家出事儿了，要不早就给你了。啥出啥事儿了？你大爷呀！他你大爷？对，是你大爷，我爸。行行，我大爷你爸说。我爸太孤单，咱又是孝顺的人，我就给我爸买了条狗陪着他。后来发现这条狗啊喜欢踢足球。 俩人没事儿踢个足球，哎，挺好。啊，那狗还能踢足球呢？是啊，可好玩了。有时候没事来个点球大战，特别嗨。狗，你这不要傻了吗？说钱的事儿，我这不说钱的事儿，你非给我踢足球踢狗。你老往这不往沟里往沟里带。行，说钱的事儿，你那2万本金我早准备好了，20万利息，一块儿我放保险柜里了。 那都哪来呀？你哪给我呀？这不怕你那败家嫂子不靠谱吗？我就把保险柜的钥匙哈埋地里边了。今年春天不想还你钱吗？我就去找。哎，发现这保险柜的钥匙啊发芽了，长成树了。你看我又是环保卫士，对不对？我不舍得呀，我就只能给他浇浇水呀。我傻呢？啊？那钥匙藏地里，那还能发芽啊？ 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钱就算你借你也得还我，知不知道？要不然你看这倒霉哦，我捅你，我这像开门似的，我呱呱，你可要着我就还怕不？啊？这个整钱去。不是兄弟，这闹得毛毛的，这有啥事就直说呗，这咱兄弟之间还有啥？说。那大哥，我就直说了，说，借不点钱。啊，这钱是吧？啊，哎呀，兄弟，这不怕你笑话，这我们家这钱啊，都你嫂子趴着呢，有啥用钱都得问她要。是啊，那嫂子呢？啊，嫂子出远门了。 啊，那给嫂子打个电话。对，打一个。好，请示一下。嗯，
行，你打个电话。哎，别跑回去，给我家这钱。爸，这是遥控器。啊，知道遥控器，我去。爸，你没开机呀？我不是，我得一下一下开呀。你写你作业，你操什么心你？大人说话多多嘴你，小孩不懂事啊。136666678666，哎呀！爸错了，我妈电话是78678，不是78666。你妈电话我能记错吗？真是的，你写你作业，你这能错吗？这是。爸确实是78678。你怎么学会犟嘴了呢？哎，几天不打你了是不是？我几天不打你了是吧？别呀！哎。啊，你说这该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去赔礼去借钱，给我揍成这样，合适吗？所以你知道了吧？借钱难呀，难于一上青天呀。别扯了没有用的啊，赶紧去借下一家啊，赶紧把钱给我。走，下家。走。哎，兄弟，红灯啊！作为守法市民，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呀，对不对？闭上吧，人家处处是红灯，知道吧？快点。没素质。哎呀，金哥忙着呢。你咋来了呢？你看看你这生意火呀！是，这不又重新装修了吗？哎呀，真好。那个军哥，这是我兄弟夏侯渊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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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的？有事儿啊？有点小事儿。说，随便。哎呀，敞亮。那敞亮。那个，借点小钱。借钱呀、啊？那个，是这么回事儿啊？我的钱呢？都在你嫂子手里呢，那个我问一下你嫂子啊，那个嫂子，不是，哎，对，我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他媳妇儿，这不能乱叫，昨天呢，哎呀，嫂子来了，媳妇儿是这么回事，那个咱家有钱没？哎，不是，眼睛怎么了，老公？你别管眼，我这问咱家有钱没？有啊，真有家有。你这嘴又咋的了？这哎，别管嘴，我真有家有，真有啊！刚才不是咱俩还商量着买车来的吗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是刚才俺俩还商量着买车呢，有5000块钱吧，想买个电动车。啥电动车啊？小轿车，四个人的那个。啊！对，老爷们说话，臭老娘们插什么嘴？你干啥呀？你叫我过来的好不好？我回去，我给孩子喂奶去。我喂啊？你喂奶去？咋让老爷们喂奶呢？找笑呢是不是？哟，长本事了呀！想削我呀？来来来，往这儿打！我来，我削你了啊！哎呀哎呀！别别别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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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去一个地儿挨顿揍，去一个地儿挨顿揍，你他妈是不是故意的？都你设计的？不是，什么叫我设计的呀？我也毁容了呀，我牙还掉了一个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钱你必须得还我，你不还我，我让你满口牙都没，信不信？你逼死人是吧？你想啊？逼死你怎么了？来呀、啊，想逼死我是吧？捅我，捅我，弄死我！不是，你太认真了，别！哎呀，大哥，捅我！大哥，你干嘛呀？为这点破钱啊，弄得我都毁容了啊！衣冠禽兽，禽兽不如，为点破钱至于吗？黄世仁，你就是禽兽不如，禽兽不如！我错了呗，就是，就他欠我钱，然后现在我还禽兽不如了。都别瞅了，都回家吧。嗯，以后别老瞎借别人钱。嗯。
这都假的，假刀，嗯，闹玩的。姐，我的故事讲完了，就是吧，我不是说不还你钱，就是2万块钱的事儿，就是我上家还我了，我就肯定还你。兄弟啊，这么滴水不漏的故事，是你原创的吗？我上哪儿原创？我又不是歌手，姐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行，姐信了啊，你也不容易啊，但是姐呢，姐也不容易，谁还没点故事啊？想当年吧，我父母死得早，我哥把我养大，我哥呢，靠卖烧饼养活我。他还有个哥们儿，卖翠梨，翠梨翠梨，长得比我哥还矮。后来我哥就娶了我嫂子，可是好景不长，我嫂子就跟我们镇上的一个男的好了。我嫂子是怎么认识那个男的呢？有一天我嫂子在屋里面坐着，她就觉得热，她就去开窗户，拿棍儿支那窗户，一支啪，看见楼下有个男的，哎，这男的不错。然后他就拿那棍子就挑动那男的，后来他跟那男的就，俩人就合谋，然后把我哥就给，姐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，别激，没事没事啊，不就毒死了吗？后来没事吗？我情绪有点失控，但是你这钱什么时候还呢？姐，我说了，我不是不还，我还你，就是我得找着我上家，我再还你啊。还是这句是吧？不是哥，不是姐，你干啥呀？哥，大哥，你听，姐，你听，姐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别。姐跟你闹着玩呢，别害怕啊，跟你玩呢，长这么白净是不是？姐能忍心打你吗？但是钱呢还得还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么的，姐给你出个招啊。嗯。你带着我去找你那个上家，行不行？姐跟你一起要钱。哎，这招行啊，姐啊。是不是？到时候你夸领哥几个咱一起，到时候，这钱我拿了，咋就行了？能要回来了？出发。那行行，走走。咱们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。他，姐，这就是我那上家啊，就他。哎呦我去！还我！等，怎么回事啊？丫就是我上家，还我钱！哎呦我去！我好像看见了一只兔子，在哪儿？那儿。
我也很希望月九上能有肚子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一口气上不来呢？帽子。哦。主人，你拿这个干什么？这个胡萝卜呢，就代表我去参加真人秀节目；这茄子呢，就代表我去参加相亲节目；这黄瓜嘛，就代表我去应聘网络主播。你说，三个哪个最来钱？那当然是真人秀挣钱呀。可是真人秀得都是名人才行。那这俩呢？那就只有相亲节目吧。可是这个相亲节目也不太靠谱，这要是一旦离了婚啊，你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那网络主播呢？这个最靠谱了，而且我还听说一个富八代一晚上给一个女主播砸了30万呀！一晚上？就一晚上？30万？哎哎哎！你忙去！哎，小蛾子，有什么事直接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康哥，是这样的，我听别人说你在地球上打通矿石都上那个富不死你排行榜了，现在都是国民干爹了，所以我就想呢，你先喝杯咖啡啊！我不喝，不喝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有品味。你去上海的时候不是都听那个海派清口，清口，那个高高雅。高雅，哎呀，干爹啊！哎，刚哥，我其实吧，就是想去地球，所以我就想求你。行行行，人类哪有钱办不到的事儿啊？啊，拿着，不够花，再见。哎，你走哪儿去？队长。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女人，女人哪儿？我也希望月球上能有女人。弟弟，咱能专心工作吗？嗨，观众朋友们，正值当今全民神丑的时代，我们来到了 YYY 网的网络主播报名现场，为您直播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流行全民神丑，以丑为美，以丑为贵。下面，请跟随我们的镜头。你干嘛呢？抽风啊？有鬼！神经病！大白天哪有鬼啊？导师你好，哎，怎么你看见我没躲呀？像干拿这个工作的，什么模样哪没见过呀？拿这个心理素质，迎着你。虽然说你的颜值现在已经是水流一地了，但是，一拿这个名场秋毫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审美高杆境界，那绝对可以把你打造成一个优秀的主播。给拿走吧。好，近上点。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，咱们应该到了。这里就是我们培训班的战略合作单位啊。在这个地方，只有你想象不到的丑，没有他们整不出来的丑。我还要整容啊？咦，这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你看看那满大街的丑女们，那全都是整出来的呀！真的？听导师的，没错。导师，哎，站，导师，咱们村里来新人了。哎呀，交给你了。长得尴尬，不用愁。想变成眯眯眼、塌塌鼻、歪歪嘴、猪腰子脸、双下巴吗？只需一刀，上帝欠你的，见人还给你。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我们整不了的，哪里不好整哪里 ，so easy。爸爸再也不用担心你的颜值了。
啊，你对你的身体哪一部分不满意呢？我来了地球之后，我对我身上哪一个部分都不满意。那就把整个人都做掉。我们是黑社会吗？我们是白衣天使。来到这儿你就放心了，要多丑有多丑，我们的服务包你满意。还在犹豫什么呢？交钱吧，交钱吧。哦，我的钱都给那个培训费跟报名费了。出去。队长，确实有个女人。你能专心工作吗？啊，你在地球的时候不这样啊。呀，刚哥，你身材都这么好了，每天还跑步呢。小蛾子，刚给你的2万块钱又花完，完了。刚哥，你不仅身材好啊，头脑更好用。刚哥，那记得来花花呗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我的钱都投资股票了，而且都被套牢了。什么套牢呀？我才不信呢。你的意思就是不借呗？好啊，不借也行。那我就去举报你。举报我啥？咱们月球上的石矿那可是公家的，你私自开采，就等着上面收拾你了。别干嘛呀？别拉我！哎呀，干嘛呀？有事儿吗？鹅姐，干嘛呀，小胡子？我想起来了，咖啡我不喝。不是。我想起了，我有一张卡。哼，挖煤的时候挖出来的吧？这么黑，少糊弄。是什么？我挖煤的时候挖出来的？这是全球限量的啊，门槛高，年费高。那只有像我这种国民干爹，嗯，国民老公才能办。真的？嗯，你看。密码呢？密码我生日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赵大夫，嗯，要全麻吗？手术过程必须保密，全麻。来看这里，晕不晕？晕不晕？晕不晕？不晕。这是啥呀？麻药啊。行了行了，麻药不能用太多了。准备手术。咱俩的事你别忘了啊。那绝对不能忘。手术如果成功，你得转我100块钱红包。手术要是失败，你就转我200。不可能失败，一定成功。那可不一定。嗯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哇！赢了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。嘿。怎么样？非常成功。我现在真的很丑吗？啊，丑了，千真万丑。镜子呢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不，现在还不能照镜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手术之后有一点点这个，有一点浮肿。有一点点浮肿。啊，恢复期的时候你就是注意不要照镜子就可以了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照镜子呀？还等我们搬家以后吧。哎，不，等你回家以后，等我们电话通知，你就可以照镜子了。哦，啊，行，那谢谢医生，我换衣服走了。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现在呢，虽然是个看脸的时代，但是这个脸下边也是要看的啊。下面还要整啊？哎呀，你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妹妹，这个我说的这个脸下边啊，是指才艺。下面的才艺？对呀，对呀，这个不要犹豫了，交钱吧。交完钱之后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这个做主播。最关键的一点，
就是 low。 low？ 不是 low， 是漏。漏哪儿啊？哎呀，这个漏啊，它是有学问的。它讲究什么呢？脸不漂亮，露胸；胸不漂亮，露腿；腿不漂亮，露臀；臀不漂亮，露不雅视频。啊，露那么多，那哪是主播，那是耍流氓。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哎呀！既然你想一夜暴富，所以你就得露。你！我说导师啊，他要过腐朽的时候，你干嘛撕我呀你？哎呀！球呢？这月球上也太不适合打高尔夫了。有发现！队长，你看见女人了？什么女人啊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个球吗？我看你才是个球，这在月球上怎么可能有球呢？那队长，你觉得它像什么？我觉得它是某种未知生物的卵的化石。作为一个网络主播来讲呢，有几个基本的表情动作是需要你们掌握的，来跟着导师的节奏 1, 2, 3, 4 飞吻、撅嘴、扭屁股、劈腿，飞吻、撅嘴、扭屁股、劈腿，飞吻、撅嘴啊，扭屁股、劈腿啊，扭屁股、劈腿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是不是贱人？你才是贱人呢，谁是贱人呀？哎呦，我是说贱人整形医院整的容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呀？看出来了。哎呦喂，那家医院的蒙古大夫可是毁容专业户，这些年毁容不倦，你自己看看。我毁容了吗？我给你推荐一家正规的大医院啊，保准你分分钟变丑女。丑到什么程度啊？爱恨就在一瞬间，贵妃醉酒心似天，爱恨两茫茫。也不知道你们地球人唱个歌调怎么起得那么高，在我们月球就没有这么高的歌曲。那现在嫦娥姐姐就给大家唱一首月球的歌曲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月球它代表我的不好意思，嫦娥姐姐唱串了。霍导，霍导啊，霍导，哎呀，你看，胡导，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你怎么这么淘气呢？喊你没听着啊？啊，赶紧停了，别播了，出事了。现在呀，你说你不看新闻，这个时代呀又变回这个审美时代了啊！这个丑女主播呀没有市场了，你赶紧停了，别播了。你说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赶紧停了啊！贵妃醉酒心似天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停电了，开灯，快点儿！我这粉丝都在这等着我这个点赞呢。队长，我觉得这个球，不，这个化石，它不是。队长，不是这个花。队长，别说话。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男的飞了过去。女的？是个男的。我发誓我看见的是个女的。男的？女的？男的。队长，你说是男的就是男的，咱赶紧干活。队长，我错了，是
确实是个男的。你是嫦娥？是啊。你真是广寒宫主人嫦娥？是。你真是欠我很多钱的那个广寒宫主人嫦娥？是我。好吧，你赢了。这哪是嫦娥呀，这是妖娥呀。哎哎哎，我说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我们家主人他是故意整成这样，而且呀，他现在已经是 YYY 网的当红主播了。就他这颜值还能当主播？哎，最近没看新闻吧？现在时代变了，不审丑了，要开始审美了。主任，你没事吧？你说这都是什么时代呀？三天一小便，五天一大便的，这不整个一个大小便时代吗？不行，我还得整。主任，要不咱先整整脑子。奶子？我奶子呢？脑子。啊，脑子啊。脑子没问题。哼，见过夜总会、洗浴中心、私人会所，还头回见敢叫青楼的，霸气呀！老板，哎，你这青楼的装修怎么有点像面馆呢？我这就是面馆。装什么呀？都是男人，赶紧上吧。上什么？鸡呀。我这只有面，没有鸡。真没有。还真是面馆啊。啊。没鸡你叫什么青楼啊？啊！光天化日欺骗消费者，三幺五我告你。哎呀，老板啊，印堂发黑呀、啊！最近面馆的生意不好吧？啊，高人呀、啊，怎么看出来的？包小姐，反面儿。测命运，看风水，起名字，李大仙儿。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李大仙儿是也。你，李大仙儿，孩子的考试59分。哎呀，大仙儿啊，哎，那你不这面馆，你帮我指点指点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、啊。哟、哎，你先拿着。嗯，此面馆的名字如何？段老二面馆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名字太缺洋气，那您给改个名儿。笔墨伺候，请。第一字，开饭店最重要的是要有客人，络绎不绝的宾客。宾。第二字，客人吃了面要吃得高高兴兴，心旷神怡。由此二字，生意必火。哎，这什么呀？哎。
大仙起的名，这关注的人最起码多了。跑什么呢？哎，麻烦问一下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认识。没见过。谢谢啊。哎，同志，麻烦问一下您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啊，谢谢。哎哎哎，老师为什么找我？你是不是又调皮了？哎，老师好，站好。坐坐坐坐坐。段先生，啊，您孩子这个成绩很稳定啊。是吗？每次都59分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你们家长都怎么教孩子的？多花点心思在孩子的身上，别总是拖班级后腿。我这个月奖金。那个集体荣誉，对吧？我们这学期班级好评都没评上，啊，你抓紧时间啊！哎，啊，就这样吧。老师再见啊！再见，不联系。你不能考60吗？哎，李大仙儿，我是段老二。哎，有个事我想麻烦你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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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这导航太牛叉了！你是谁？我叫段老二。从哪里来？从城里来。到哪里去？找大仙儿。忘了问了，你有事儿吗？你孩子成绩的问题呀，主要还是出在名字上。名字上？你孩子名字叫什么呀？我儿子叫虔诚，锦绣虔诚。你姓段，段虔诚。对呀。哎呀呀呀呀！这是亲爹给起的名吗？哪个亲爹能给自己的孩子起这名啊？我说是亲爹。亲爹，哎，你再给我应一声。哎，不是，我说我是孩子的亲爹，我起的。我管你是亲爹干爹，我是说段虔诚这个名字不好啊。想想啊，虔诚都断了，这成绩能好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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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，我就。赐你一名，有劳大仙儿。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哦，要想发，得有八，八八八十吧。我看就叫段八八。好名儿，儿子，以后有了这八字，你的成绩肯定能上去。爸爸，我还是觉得虔诚吧。你懂什么呀？大仙说了，要想发必有八，以后咱就有俩八，断八八，对吧？以后咱家就发大发。
哎，老沈，老沈，哎，停车费10块钱没给俺嘞。我停这一会儿10块，谁定的标准啊？哎，怎么就10块？谁定的？你问。俺就管收钱，俺不知道谁定的，俺不知道。不要票，便宜点。便宜啊？8块，8块。好，80，吉利。爸爸，零钱给我。爸爸。娘，这俩到底谁是爹啊？当然我是爹了，而且我对我儿子这个名字非常满意。你满不满意我们不管，但是他这个名字让我们全校师生都很尴尬，好吧？尴尬吗？一切不为了孩子吗？啊，为了孩子占我们便宜啊？为了孩子提高成绩。他这个成绩不增反降。哎，他这爸爸这名儿真是爸爸给起的吗？大仙起的。我也是醉了。真是大仙起的。你老师怎么了？这点小事岂能难倒我？难不倒。想我李大仙儿那可不是浪得虚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放心吧，这次咱就从巴巴的脑袋下手。切开啊！造型取胜。咋造型？我都已经画好了。一。明白。记住了，保持造型。保持造型。无量天尊。天尊，天尊。爸爸，这么不靠谱，你妈知道吗？我不靠谱啊。哎，我妈知道吗？谁教的你啊？你知道这什么造型吗？不知道。是大仙设计的，说是爱因斯坦和牛顿的智慧的结合体，知道吗？牛顿是谁？牛顿你都不知道啊？牛顿就是牛顿熟了以后，你不用知道他是谁。我长大了。你看，大仙起了个名字，生意来了。哎呀。大姐，来碗拉面。拉什么拉呀？那个我儿子失联了，我想看你这殡仪馆里有没有我儿子尸体。什么尸体殡仪馆？我这是个面馆。我，爷，爷，爷，你爷什么呀？姑奶奶，我不认识了。哎呀，段家老二啊！跟段老二吗？你呀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。哎呀，都说你在城里发财了啊！发什么财？没想到开殡仪馆来了。什么殡仪馆？傅奶奶，我这就是个面馆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儿子啊，论辈儿你应该叫就表叔吗？对，你表叔。我表叔，我先给你倒点水。你表叔前一阵子吧来这看病，这住院住得好好的，人家医院就说。就突然就跟他那一个病友一起就走丢了，走丢了啊！你说这大白天的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我这都找了好几天都没找着，哎，愁死了！哎，你这开殡仪馆的，你活的死的见的都多，你能不能帮我找找？姑奶奶，我跟你说的，找人我可以帮你找，什么活人死人的，我这个殡仪馆不是那个殡仪馆，那是哪个殡仪馆？是。殡仪馆，我这就是个面馆。这么着，姑奶奶，你放心，人我帮你找。啊，我认识个大仙儿，肯定能帮你找着。放心。真的？那必须的。那就谢谢了啊。不客气。爸爸，过来。爸爸，我来了。你看，叫老姑奶奶。老姑奶奶，哎，真乖。几岁了？7岁。叫啥名啊？段爸爸。嗯。段爸爸。
这给孩子起啥名儿？你这是还端粑粑？姑奶奶，什么端粑粑？你这端粑粑粑粑粑粑粑，要想发必有粑。大仙给算的啊啊啊！这挺好，挺好。哎，你怎么把大仙儿瓶我给吃了？段老二，从哪里来？从城里来。哪里？找大仙儿。忘了问了，你有事儿吗？你鼻子每个月都流一次血吗？每次来你这都流。主要是我这儿的气场太强。哦。说说吧，此次来找我有何事相求啊？啊，大仙儿，我表叔走丢了，你帮我找找，是他小时候的照片。嗯。我早就料到你要找一个男人。哎呀，你还没看呢就知道，哎呀，太高了。这年头谁还看照片找人啊？我又不是派出所。啊，我表叔啊，88年7、8月份出生的。哎，现在找人谁还看八字啊？要看星座。哎呀，大仙儿啊，你还懂星座呀？哼，我李大仙儿除了星座、血型、生肖、属相、测八字、看面相、断风水、变大蛇、摆石头、隔空取物之外，别的也不会了。哎呀妈呀，会的太多了。此人乃88年7、8月份。对对对，7月份、8月份、7月份的尾巴，你是狮子座；8月份的前奏，你是狮子座。从星座来看，此人应该在东北偏西南方向100公里处。东北偏西南。那不回来了吗？你找着人可不就回来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再赐予你两件法宝吧。哎呀，记住，出门前把我开过光的这道符贴在车牌前面。哎哎哎，第二件法宝，记住，找到人之前一定要不停地吃苹果，平安果。哎哎哎，大仙儿，苹果呢？这你自己不会买吗？哦哦，我还以为你给我呢。行驶本驾照，自己买的。你学过交规吧？学过。你这种行为属于遮挡号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个，那是大仙给请的。什么大仙小仙？花千骨看多了吧？按照规定，你这个得扣12分，罚款200，吊销你的驾证。不是，这你先别。哎哎哎，你这属于妨碍执法啊！行了，你明儿个去交罚款去吧。驾照吊销了啊！
大仙儿，在这练功呢，吸天地之阳气嘛。啊，找着人了？人没找到，光找了厕所了。我早就料到了。啊，你出门的日子选错了。啊，那大仙儿，你给指点个良辰吉日呗。嗯，5月20号，520。520？嗯，有什么讲吗？哎，我启发启发你。五就是我，20呢？我俩蛋，低俗，怎么如此低俗？不是，520就是我爱你吗？哦，出门找人一定要先有颗爱你的心吗？哦、真诚的爱心呀、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那我明天就去找吧。去吧，记住了，出门前一定要放个炮，讨个吉利。哎哎哎。哎，这次一定成功，同志。哎，刚才的炮是你放的吗？我放的。你违反了禁放令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在厕所里放的。厕所也不成。不是大仙让我放的，我替全国人民讨个吉利。得了，我呀替全国人民谢谢您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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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人还没了。兰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咋样咋样？有没有消息啊？哦，姑奶奶。啊。啊，本来大仙儿都算好的，肯定能找着。我这一出门吧，碰上几个政府的朋友，非要让我到他那住几天。这不刚放回来，哎，不刚回来。老二，你心咋那么大呢？我这多着急，你还上朋友家住两天呢？我也不想去，那太热情了。我说你这大仙朋友靠谱？靠谱？那能不能是假大仙？人那什么假大仙？姓李，李大仙。是吧？你姓啥了？我说你能不能被他给骗了？这还不许说大仙坏话，我这殡仪馆儿子段八八这名字都是人家起的，这起完以后那效果显著，你是吗？啊，哎，这么着啊，你带我去见见那个大仙，我会会他，我看他行不行。你开开眼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，我看看他到底行不行。姑奶奶，就这儿了。啊。对了，姑奶奶，去了别乱说话。大仙儿啊，怕风怕水。怕风怕水？嗯。大仙儿坐月子？大仙儿坐什么月子呀？男的，他讲究风水，你别乱说话。啊，我不说，不说。我是段老二，从城里来，找大仙儿。没问你，问他呢。你姑奶奶。你姑奶奶。哎，我姑奶奶。妈咪，
个死孩子，你不在精神病院，你好好治病，你跑这跳什么大神啊？老二啊，你表叔，你确定？确定，在家他常玩这个。我说你泡个脚带什么砍刀啊？不是二舅今天咱们挨批吗？谁要敢批你，我擦！挨批你都搞不懂吗？我就想批了你。不，挨批啥玩意儿？挨批就是懒得跟你讲。对了，他们人到了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二舅，人家那个雷导啊，跟刘编剧啊，早就来了，就剩咱俩了。啊，对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公共场合不要喊我二舅啊。那喊啥呀？喊我的职务嘛。老大呀。那是以前我纹身都洗掉了，我现在专心搞文化产业。牛逼牛逼！你想壮阳想疯了吗？主加上主，主牛逼啊！我真搞不懂我姐怎么生出你啊！主牛，牛主编啊！对不起二舅，牛主编，牛主编。那个牛主编，这样的，根据您提的这个方向呀，我们写了个剧本，感觉挺高级的。有 IP 吗？IP 没有，我们这是自己原创的。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原创，脑子进红酒了。牛主编，您的意思是？当然要有 IP 啊，原创的风险太大，必须得有 IP 嘛。不是二舅，你 IP 咋没 IP？ 你老 IP 啥呀 ？IP 它是一个新的概念 ，IP 它是一个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让你提问了吗？我最讨厌谈文化是带着你啊。我刚才讲到哪里了？连个 IP 都不懂。我们这个公司是专门玩 IP 的，如果你没有 IP 的话，我们就不玩了，会散啊。那个，刘主编，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玩 IP， 改编经典，经典是现成的 IP。上道。那牛主编，您是想改编哪个经典呢？你是编剧还是我是编剧？哎呀。可以引导启发一下你哈，前两天我刚研究了一下《梁祝》这个戏，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好的 IP 啊。想想啊，单田芳老师的评书讲的 OK 呀，梁山伯一百单八将三打祝家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IP 呀。牛主编。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呢，还是梁山伯与祝家庄呢？当然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。而且我有数据分析的，数据分析告诉我，现在广大网友就喜欢三种关系：男女关系、男男关系、女女关系以及动作戏。这个梁祝就可以变成男男关系嘛。那个牛主编。梁祝里面可没有男男关系，当然有啊，梁山伯是男的吧？是。祝英台女扮男装也是男的吧？是。是吗？当然是啦，一定要男男关系，现在男男关系最火。梁兄，英台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吻我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你觉得咱这画风正常吗？不正常就对了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为了蹭 IP， 梁祝也搞基。哎呀，我一到晚上啊，就喜欢坐在水池边喝喝茶，水为财吗？玩儿就人讲究。刚才说的那个梁山伯祝英台，那穿的是什么衣服呀？还有这个搞基桥段，好多导演都已经用过了。用过了好啊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关键是看你抄得好、抄得妙，还是抄得别人不知道啊。不管他抄不抄，我们有 IP 呀、啊。二舅，你怎么又 IP？ 没有人问你。再有牛主编，关键是现在这些搞基的戏根本就不让拍。哎呀，是啊，管得太严，不让搞基。那我们拍女女关系喽。
这女女关系搞基的戏也是不能拍的。啊，管得这么严呢，那我们只能拍男女关系了。但是男女关系的戏你必须得有那个，如果没有那个，那这个片子怎么可能那个？那我那片子不那个，那我那票房怎么可能那个呢？慢点说，您这那个都把我说懵了，哪个呀？有什么可懵的？那个你听不懂吗？牛志明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觉得这场戏应该这么拍。杨兄，那就送到这了，就此别过。英台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催眠香水。催眠香水？干嘛使的？顾名思义，当然是催眠用的了。喷了这个以后，你想睡也得睡，不想睡也得睡。睡觉呀？嗯。可是这一片荒地的，睡哪呀？哎，英台，你看着田间地头，你看着小树林，还有漫山遍野的牛羊，都可以做我们的床啊。那我们还不如回家睡床好了。你看，枕头我都带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么主动，但睡床没有收视率啊。我为你准备了 U 型枕，一会儿骑马的时候可以护着脖子。杨兄，你太体贴了。哎，为了蹭 IP， 不怕遭雷劈呀。牛主编，现在这个马镇已经被禁了啊。对，管得太严啊，不让马镇。哦，不让镇，那我们的男女关系怎么那个嘛。哎呀，不讲这个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设计动作戏。雷导演，你现在马上开始设计动作戏，注意要有 IP。 牛主编您放心，动作戏我已经想好了。我这么设计，对不起，我肚子疼，我上个厕所。哎呀，哎呦，二舅，我肚子也不得劲儿，我要去。去去去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编剧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就你们老说那个 IP 啥玩意儿是 IP 啊？这吃什么了？他这个，他咋？我吃 IP 了，不是，哎呀，这个 IP 呀，他就是，不是，你好好看戏就行了，你管他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这，我管他啥玩意儿？那我不知道 IP， 我就得 IP 呀，那我不被 IP， 我可不认识到 IP 吗？编剧啊！啊，正好啊，你们俩回来的正是时候。雷导演刚刚讲到一段非常精彩的动作戏啊。另外啊，我宣布一下纪律啊，以后我讲话不要随随便便就去上厕所。我讲的话有那么多尿点吗？雷导演，你继续。好，大家说一下啊，我的动作戏是这么设计的。英台，我怎么觉得头晕恶心想吐啊？呀，是不是刚才骑马震的呀？站住！此树是你栽，此路是你开，要想打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我词儿呢？别闹。你们仨干嘛呢？逢路必收，以收养贷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多不容易啊！哟西，你们是日本的干活。娘兄，看我怎么手撕鬼子！怎么撕？现在流行先奸后撕。你还要奸他们？反了，是我先被奸，然后再撕他们。
英台，你骚的不轻啊！英台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说不急，等他们先抢救完咱们再动手也不迟啊！你有病吧？你赶紧上吧！靠边。空挡残雷，雷，枪。喂，你这到底是机器猫还是管道具的啊？哎，放死你！快呸！啊，呸！哎呀！中华武术甲天下，拿着观众当傻瓜。好，这个好。我早就听说过裤裆藏雷，绝对比不上雷导演的这个裤裆藏机器猫啊，天生的好 IP 呀、啊！好，妞主编，我申请去趟卫生间。好去，你快回来呀、啊，我这灵感蹭蹭的冒呢。哎呀，没拉干净二舅，没拉干净。去！雷导演，哎呀，吃的啥玩意儿啊？擦了，哎，这家，吃的啥呀？到底啊？吃的啥不至于吐。今天聊的话题太刺激了。不是雷导，我是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聊的那 IP 到底是啥意思？其实这个 IP 呀、啊。你二舅啊是专门玩 IP 的，他比较专业，以他解释的为标准吧。啊，二舅，哎，不是你不是也玩 IP 的吗？牛主编，裤裆藏雷，它是个雷点，早就被网友骂死了，在网上。可我们这个是裤裆藏机器猫啊。比裤裆藏雷更要有观众基础，机器猫叮当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耳熟能详吗？雷导演，你觉得这个戏怎么样？有战争，有暴力，有女人，有日本鬼子，最关键的是有 IP， 这些最火的商业元素接在我们这个戏里面，它不想火都难呀，肯定票房那个。牛主编，你觉得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吧？就这么定了。好。哎，我们把这么多 IP 集合在一起，不就成为我们的原创了吗？不可以啊！那您的意思是？坚决不能原创。哎，我的灵感，现在什么最火？我们直接拿来翻拍不就 OK 了吗？现在什么最火？啊，那个《太阳的后裔》，我天天追。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也很火。哎，咱这样啊，把这两个都给买过来，然后放在这儿，咱们重新播，多好啊！可我们是文化人啊，黑社会的那种偷抢我们不能干啊。我有办法了，把这两部很火的片子，我结合起来翻拍，就叫《北上广不相信太阳的后裔》。好，非常好。要不说雷导演最聪明啊，我看我们这个戏也就会这么编。梁总啊，就是怎么说咱们今天这合同呢，您签也得签，不签呢也得签。拿个破枪你以为就可以威胁我了吗？不能够，哼，不怕你。英台。你怎么跑这来了？梁兄，是不是你把我推到河里，我穿越过来就这样了？天哪，英台，你现在太美了，你怎么这么美啊？喂，哎，你俩美什么呢？你这是啥呀？哎，梁总，谈判呢，咱俩谈判呢。宝贝儿，你稍等啊。你这样啊，这儿我脑袋，这是你的枪，你要。对准我脑袋，你想崩随时崩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是不会签合同的，请自便。
不，哎，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呢是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喂，哎哎，我纸糊的是吗？我纸糊的是吗？我不敢开枪是吗？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听不懂话呀？我说了，要蹦你就蹦，要蹦你就蹦，要蹦你就蹦，你磨磨唧唧有没有完？真没蹦。你们。好，我的灵感啊，滔滔江水呀、啊！梁祝的这个激情呀，发生的是太没逻辑，太没逻辑，太没逻辑了！你太糊涂，太 out 了！我完全同意牛主编的想法，就这么拍。看到没有，年轻人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牛主编，您觉得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？马上开发布会。哎，雷导，你说这戏这么写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呀？根本他妈就没合适过。咱不需要钱吗？啊，对。我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呢。关键这也太扯了，这 IP 这啥是 IP 呀？只要能把项目拿下，啥是 IP 重要的，咱就去干活了。咱这样是不是太没有职业素养了？你觉得咱这几个月还不够素吗？先把自己养活了再说素养的事儿吧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！这是根本他妈就不是个玩意儿。一个一个问啦。牛主编，大家都说您的玩具是部雷剧，其实我们看了点之后，确实是雷剧啊。谣言，绝对是谣言，我要告他们。原评价这部片子是疯狂抄袭，必须说。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片子是有强大的 IP 基础的，怎么可能是抄袭？可有人评论说您这个片子非常的低俗。是。我是文化人，哎，我是搞文化事业的，文化上的事业怎么可能是低俗的呢？哎，有人说您这个剧组就是金钱奴隶，是见利忘义，请问对此您怎么看？你出来！哎呀，水军，绝对是水军！对于竞争对手对我们的这种无端抹黑，我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在此，我再一次声明，我们尊重艺术，尊重原创，更尊重 IP。如果说我们这个戏三观不正、低俗抄袭、穿越搞基是个雷剧的话，我就天打雷劈！妈呀，二舅啊 ，IP IP 就还雷劈啊！你早点告我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家伙爷的！成了地的菜，主播解开裤腰带，他爱做买卖。据说现在是神超时代，谁在见钱眼开？见钱眼开，这世界让人看不明白，感觉有点无奈，无奈。醒醒吧，醒醒吧，我说你赶快醒醒吧，做人要实在，别吹着糊涂装。醒吧，我必须赶快清醒来，做人要痛快，不怕神仙和妖怪。他名字特别辉煌，他就叫朴国昌，老朴爱高尚，那个国昌喜欢装。
黄专家黄所长，洗浴中心练歌房，他侦破了一个事实，老瓢瓢过长。据说现在是神潮时代，谁在渐渐眼开，渐渐眼开，这世界让人看不明白，感觉有点无奈，无奈。醒醒吧，醒醒吧，我说你赶快醒醒吧，做人要实在，别全神糊涂装明白。